松鼠飘过过，甚至是谁的从前传的灯，陕西有古就来报道。是的，让我们热情的掌声来欢迎陕西秧歌秧鼓队。掌声在哪里呢？表达的一种方式，希望大家看了比较高兴。哎呀，掌声在哪里呢？掌声在哪里？一声一响，我绝对抱你抱不动啊！过年是你的福。演出了精彩表演。